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这部经，在讲一切大乘经当中常常提到极乐世界啊，经文里面提到极乐世界，提到阿弥陀佛有200多种啊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世尊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念念不忘，时时刻刻提醒大家啊，这个法门真正是难信之法。有人听懂啊，不能说不信啊，不干啊。因为这个方法太单调了，这一句佛号念了几天不想再念了。念佛这个法为深，这个法为广，这个法为浓，你得有耐心啊，真诚恭敬啊，勇猛精进，尝到味道了你就不肯丢了尝到法味的人。啊，细心去观察真正尝到法味的人，不是没有，真有。你真正想见就会见到。啊，诸佛菩萨非常慈悲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会让你看到真正念佛是什么样子。